逆视，那这个手游的部分的话很漂亮哈。诶，我们一进来当然是先调个画质哈。然后是我们宠物讲到哪里了？不是，我们不是在讲仙灵吗？你是说那个升降？不过体重也开了，有的讲了。为什么现在手机游戏都这样子？换画都要一段一定的剪辑才可以继续解换画，这样。偏偏我偏偏保守不信邪，我是现实的败类，我不让泪水沾。那我们今天就讲水神共工吧。那水神共工呢？透过第八章，那个水神共工非常漂亮哦，手上拿一个水枪，不，水舞这样。然后这期他有点怎么讲？有点仙侠的那种感觉了哈，而他的 NPC 就很每个都很炫炮，就是会发光的那种 feel。啊，当然他有自找了，有没有？很炫炮的游戏啊！诶，他真的免费送 VIP，你看我们已经 B3 了。啊！我都忘记看线上的玩家哎，欢迎！哎呦，这个是会长吗？小课件，你看我一加入就被密了，这些人可能蛮多人。哦，好多人在这边做休息，应该讲修炼啊。